你再快一点。我真的有事儿，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耗。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咱们就去医院，你别在这儿哭去。走，去医院吧。来，起来。妈，你别动！我不用去医院。有什么事儿我们去医院看一下就好。我不用，我不用。我走吧，去医院。来，扶你起来。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医院看一下就好。你放下他！放下他！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放下他！不，你离我们远点！我警告你，你看啊，这现在人来人往的。林英，别害怕啊，有我在呢。我跟你说，我报警了，我刚才已经报警了。你是他朋友吗？嗯。那正好，他交给你了。哎，你不能走。这怎么哭成那样了啊？你刚才干什么了？你是不是打他了？你刚才？你离我远点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现在给我老实一点。他没撞我，跟他没关系。是我刚才把他给撞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我们回家了啊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，没事，没事啊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。